啊，刚刚他唱的好好听哦，对吧？对啊，对，对，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好像有两个人唱哦。对，没错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什么鬼？我每天唱给你听，你竟然不知道等一下是谁唱？哦，不对，对，是你唱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第八个，所以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们昨天不是有那个吗？你不是说你有发明一个你们的队呼？你说我们第三小队的队呼吗？啊，很好笑哦，你们要不要听看看啊？来听吗？那第三小队可以跟我一起喊吗？好，一二三，三小就是我们的队呼。我问你哦，你在弹吉他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困难吗？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练吉他会觉得很难，可是就是你就是常常弹，然后就越来越熟练，然后就会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到现在。就是可以完成一首歌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可是我也还是没有弹得很好。那你觉得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我遇到困难，我觉得是要边刷刷一边唱唱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刷刷就会有点忘记到底要怎么唱，然后那个调就会跑走了，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。所以自弹真的很难。没错。那我们就来欢迎下一首歌《奇妙能力歌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君凤，然后我今天唱的是《奇妙能力》。乱唱，乱唱。你好。
想要更好更好的